不是三千分就这么上了？我们都知道火影的最高段位2400分，超影基本可以说是每个火影玩家的一个小目标。但是当你到达了超影之后呢，你就会有一个终极目标，没错，超影3000分。在你上3000分的道路上呢，那可以说是高手如云，各种稀奇古怪的绝活歌，操作逆天的上分机器，再加上各路车队的小带同天带，你真没点东西在这里，那你只能是玩物，可以说是一个真正高手的门槛。所以今天呢，就想跟我的好兄弟奇拉比一起挑战一下月底最后一天的超影3000分。不过我这上的好像有点简单啊。冲！哎，豆儿，取消，没盖塔。反应没合，一个刺保护卡只是为了增加我的自信。来，我拿到节奏，我不丢铜铃，我丢什么呀？两把。哎呀，压力这么大吗？哎呀，坏了。闪退是什么意思？平时不闪退，你这个时候闪退，你要我命啊！没关系，好事多磨，心态好。他有铜铃吗？你死了。这就是白面具。不跟你玩了，还差40多分，但是从现在开始就不是我一个人的游戏了。谢了。啊！衣服，衣服！我操！这是谁的部将？哇！衣服，这是谁的部将？行了，衣服，你赢了，你赢了，衣服，你赢了，你赢了，渡劫。渡劫的情况下，咱们就得用真实力了，咱们不开保护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们有保护分。啊！又是他妈兄弟！啊！又是吗？顺便骗一下，走吧，通灵不贪，散剑 ，OK。又是位好兄弟吗？没事。进。再抓。
死了，骗一下，不交三级鱼，三级鱼交出来吧，你再交不交 ？A 加替身走了，不行，压替，瞅他给压力，给压力，我操，哥你这么能忍，哇！你看这兄弟们是想让我输吗？但是我这把要靠自己，我这把要靠自己赢。骗一下，骗一下，时间抓，走位不急，没事，这把输不了了。他带了什么东西？反弹 ，OK。下波怎么玩？这么玩。谢谢兄弟送的大分，这位兄弟我看得出来你也很强，只是你想让我赢得光彩一点是不是？我不听，这位兄弟想让我赢得光，哎，我极限提升，这位兄弟想让我赢得极限一点，三千分渡劫，注意截图，注意截图啊！注意截图。3036。与此同时，奇拉比那边。中。五分，你怎么有脸和我在这儿？不是三千分，就这么上了？